著名的朋友，啊，佮有一挂单亲家庭的朋友啊，伊个囡仔吼，咱家己做课业辅导教学，咱希望所有的囡仔伫人生的起跑点，唔通去输去吼。啊，咱嘛鼓励咱在优秀的即个高中的学生囡仔啊，做伙来参与即个工作啊。咱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，就是要关怀别人，要协助别人。所以成绩比较好的我们这些高中生，咱希望也让来辅导咱这新住民的小朋友吼，因为新住民的妈妈吼，伊唔捌咱的中文啊，所以伊的囡仔伫这个小学的学习阶段，我们希望不要落后，让我们的这些啊比较弱势的家庭，他的小朋友，他的小孩也能够在学习过程能够赶上其他的同学啊，这是一个真好、真有意义的啊。包括我的囡仔啊，读高中、考到大学啊，两个月伊拢去做这个工作啊，这是互相帮忙。咱希望咱这个社会会当更加温暖，也更加更快乐，大家拢会当学习，会当不要落后。时间比较赶啊，所以呢啊，要我特别再来这边跟各位鼓励一下啊，大家啊都是非常辛苦的这个就学哦，那也特别感谢所有的爸爸妈妈啊，这么辛苦的健康。而且很重要的是，市长要我特别转达，现在啊，我们在学校当中那个毒品啊，千万不能碰啊，因为毒品是摧残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这个害源哦，所以市长要我特别转达各位啊，大家除了就学之外啊，大家除了用功念书之外，身体啊要健康，要运动，那千万不能碰毒品哦。那再次鼓励大家，也感谢各位啊家长们这么辛苦，也感谢我们承办单位社会课。那林世贤市长也非常重视我们的教育，也感谢各位爸爸妈妈这么辛苦的教育孩子。也感谢各位啊，我们的这个青年学子这么用功的念书哦。那在最后，代表林世贤市长感谢各位，那也祝福各位大家鹏程万里啊，大家品学兼优啊，用功念书，课业学业猛进，最重要的是大家身体健康，那千万要远离毒品。感谢各位，谢谢。